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1年1月16号，欢迎收看地产世界第二期，我是瑞。各个国家由于房产环境法律制度不同，买房时面临的各项问题也不尽相同。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海外投资地，美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国人的青睐。那美国在房产制度、房贷政策、产权性质方面更有哪些不同呢？美国的房子具有永久的产权，但是平常的养护成本确实比中国高多了。那么在美国养一套房子到底需要哪些费用，有多贵呢？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是地产经纪商 Cindy。 你好 Cindy。 Hello Ray， 你好，大家好。首先呢，我们就步入正题吧，好不好？这个中国的房产和美国的房产的区别，养一套美国的房产有多贵呢？没问题啊，这个首先我们讲它那个美国房产和中国房产区别，主要在于它的什么，它的产权。在中国是没有这个产权这一说，它只有使用权和居住权，但是它并没有那个永久产权，而在美国是有永久产权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区本质上的区别，所以造成了在美国它是有那个叫做地产税，它有这个 property tax， 而在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近年来的话呢，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线城市有很多那个就是怎么说投机啊、炒房的那些购买人群，所以说的话，其实很多一线房产的话，平均一 average 有些是甚至有些地方更高，它有20%到30%的话是空置的，就是一些炒房的人，就是在投机炒房的人在炒房，但是房子是空置的。所以说政府呢就发了一些，就是强制性的，就是issue，就是说在某些一线城市的话，它会强制性的收 0.5% 的税。但这个的话我并不认为有太大的作用，并不能够压制中国那种炒房的那种热潮。但在美国的话，这个地产税是每年都得交的啊、在美国 in average 平均来说的话是大概是1%到4%，1%到4%的、那个、整个房产的价值、那个、1%到4%，它是购买的 purchase price，就是你在购房的时候购买的、但是它会什么？它是政府，它会每年会调，根据那个 inflation 或者是它的 value 增长的话，那个增值的话，它会上调，但是那个调的幅度非常非常小。但是它的第一次的话，就是 assess 那个 tax 的话，是根据你的purchase price， 你的购买价格来算的。在比如说在加州，我们是大概是1%到2%的那个地产税，而在其他的那个就是州的话，它会相对来说高一些，平均来说是1%到4%。那至于说在美国的话，你要养一栋房子，它的费用啊，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有简单的提到，今天跟大家大概详细的说一下。第一个呢，最重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地产税 （property tax）。那 property tax 的话，它其实里面还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你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property tax， 还有一个就是 mayor rules， 那个是叫做 special assessment， 它是一个特加税。这个刚才我也提到 property tax 根据它的 purchase price， 就它的购买价格来算的。但是那个特加税呢， special assessment， 它不是根据你的房子大小或者是你购房的那个价格的高低来定的，它是每个政府它的每个 county 它会有它自己不同的那个什么那个收费标准嘛，可以这么说。 OK 它的这个 mayor rules 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为了公共建设、公共设施吧，就是比如说高架桥啊，或者是说比如说那个消防站呀、或者是学校。其实像学校的那个学校的资金的话，很多运用资金的80%都是来自于地产税，所以你可想而知，很多地产税的话其实是去就是说投入到一些公共设施，包括埋电缆线啊，或者是开发税啊，所以七七八八的话呢就全加在一起。那政府呢就像相当于是一宿，刚才也跟你聊了这件事儿，相当于是一宿一个什么叫做 municipality 那种债券一样，叫 mini bond， 那就有点像是那种债券，它是30年为债期，所以说你看那个什么这个特加税 mayor rules， 它是什么？它是逐年递减的，它逐年递减，它并不是说永久。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新房新区的话，新建的房，它很多开发税，很多公共设施都要建立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它就才会 issue 这个 bond 这个债券，然后的话30年债期的话，慢慢。You know， 就大家一起付，到最后的话就会怎么递减，就越来越少，到30年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你要是说对买房的人来说，你要是说不太愿意付这个 special assessment 这个特加税的话，你就应该去选择老区30年或者甚至是30年以上的那个房龄的房子的话，那就不需要担心那个 mayor rules 这个 special tax。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房屋保险。我之前也提到，房屋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特别是在有些 natural hazard， 就是有些自然的灾害的地方，比如说火灾、地震、龙卷风啊，或者是这些地区，你肯定是要 make sure 你有这个保险，房屋保险。但是很多时候，因为国人来这边买房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个习惯，特别是很多像2013年到2017年吧，大概就是中国人来美国买房的70%的成交的70%都是现金，所以说
这样的话呢，就造成什么？现金买房你是不需要一定要买房屋保险的，所以很多人的话就忽略了房屋保险这个环节。但是如果你要是贷款买房的话，房屋保险是必须要买的，要不然的话银行它不会让你有过户，不会让你买。因为什么？你不买保险的话，银行它这个抵押品，也就是这个房子它没有保护的话，它承担风险太高了。对，对银行来说它是要起到一个风控的作用，所以它一定要强制性的你一定要去买保险。但是因为很多中国大陆来买的客人的话呢，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是现金的话就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有些 agent 也没有提醒他们，就常常没有买保险。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客户啊，他呢就是买了房子以后呢，他没有去上保险，然后的话不知道是家里的清洁工还是谁不小心把楼下地下室的一个水龙头忘记关了，然后就留了大概应该有一个多月吧，留了这个水慢慢细细的流，没人发现，因为那房子空的嘛，基本没人住。嗯，然后的话呢，就一个月之后，正好碰巧就给人发现了，就发现地下室已经基本上快进到屋顶那么高了。嗯，就是一个多月的话，你像每天流，白天晚上流的话，就这个水位很高了，等于地下室整个都给淹了。嗯，所以说的话，这个就强调的话，就是有保险的好处。当然，这个是意外的事故，我不是说自然灾害了。但是也就是说，你有这保险的话，你这些方面可以就是说屏蔽一些风险。而保险的话呢，它不是说根据你的房子的价格，就是购买价格，或者是说或者是房子大小来定那个就是那个保险价位、保险费。保险费呢，它其实是根据就是你的房子所在的位置。哦，比如说你是靠近那个火灾区，对，是位置。比如靠近火灾区，或者是靠近那个水灾啊或者地震区的话，它会根据这些情况来标注你的那个就是你的保险的高那个价位的高低。嗯，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有些人说啊，我买了房，比如说我上了保险，哎，他很自觉我上了保险，或者 agent 提醒他了买了保险，那回国了啊，一年半载以后来想起来我不回来了。特别是现在疫情，我不打算回来，你帮我出租吧。那出租的话呢，他就要什么，要把这个 home insurance 的什么自住的保险改成什么 rental insurance、出租保险。但很多时候的话，这个业主本人也忽略了，或者是呢他的 agent 也没有太在意。因为很多 agent 的话，他们其实是做brokerage， 他们是做买卖，并不是做什么托管，物业托管，所以他并不是专业的物业托管人员，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潜在意识下面没有这个习惯去帮你换，从那个自住的保险换成 rental 出租保险。那你不换的话，如果万一你出租给别人，别人在你家里种大麻，那你就可倒霉了。嗯，那你这个房子就可能被摧残掉了，是吧？那这个还有一个那个责任险的话，其实也需要注意，就出租给租客的时候，你需要 make sure 你的租客呢会去买一个叫做责任风险 liability insuranc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在你的这个物业里面，在你的房屋里面摔倒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弄受伤了，嗯，他可以说，哎，你这个地板太滑了，或者地板没做好，或者地毯太长，对，太长了，或者地毯太厚了，我给绊着了，是你的错。嗯，那个时候你就说不清楚了，是吧？那这个所以说的话，一般的话，这个所以说，如果是说真的要出租房子的话呢，真的是要找专业的那个物业托管公司，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因为你交给 agent 去做的话呢， agent 大部分 agent 他是做买房屋的买卖，并不是出租，所以说他很多地方不一定会那么周到或者是那么细致，而且的话他做房屋买卖比较忙，他也不可能有第一时间哪里水管要修了或者哪里要修房去出租的话，他可以第一时间赶到。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托管，因为美国的工种是分工很细的，托管和买卖是两种不同的工种，所以最好呢是最好是不要混在一起。OK， 像我们的专业的做那个做买卖，我就不专业，我就不会去做托管。但是我们公司呢有专门托管 division， 就是有什么有专业的托管人员来专门管这些这个托管服务，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我提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房屋保险里面的话呢，也分这两种。自住保险还有一个出租保险，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然后第三个费用就是它的我们提到的 HOA 费，哎，物业费。物业费中国好像也有物业费，我记得，因为有些好高档社区应该也有吧，我记得是都有物业费但是好像这个中国这便宜很多对，那是像我们在新港这边的话，物业费每个月是大概平均500-600美金一个月，哇，这么高对，我们在阿普兰这个我家在阿普兰是大约一个月200块钱。那也算不算特别低吧，也不算特别低。有些
也不算特别低。那在有些小区，在新港有些社区的话，特别是有些业主的话，买的那个地特别大，它是 double lot 两块地拼在一起的话，那它的物业费的话就是两倍。哦，比如说你这是 double lot 的话，按地收费的吗？并不是。它是有些 HOA 它是这样，按照你占多大的地块。因为比如说你什么，你占两块地，那因为什么 HOA 它是维护的是什么 common area 的维护嘛，就比如说你那些公共区的那些区域的维护，那个 maintenance 这样的一个绿化呀，维修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的话，你占的地越大，你的公共区不是更大嘛、哎？所以他就会给你两倍的费用，所以这个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买房之前的话，看看它的持有成本，这个 HOA 费里面是一个应该多注意点意啊、特别是呢像买一些condo 或者是公寓的话，联排房 townhouse 或者是这样的房子的类似这样的房子的话，它的那个就是 HOA 费相对来说比较贵，特别是酒店式的公寓，高档住公寓的话，它那个有些甚至超过1000。像在 Irvine 有一个就是比较贵的那种 luxury condo， 它的话呢就是叫做 plaza， 它那个名字叫 plaza Irvine plaza， 它的话每个月的那个物业我记得是1200。相对来说比较贵，但是它涵盖的服务很多。这东西就是说，你看你自己，你如果是觉得你希望它能够帮你 take care a lot of things， right？ 那你这样的话，你就付那个物业费。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像 average 像的 townhouse 吧，大概也就400到500。那400到500，像举个例子，像在 Irvine 的那个，就是它有个叫做West 叫 Park， 我记得是好像是 West Park。在那个405高速旁边，它的物业费的话，就包括一个叫 master community， 还有一个 sub community。那这个是两个社区的那个物业费加在一起，它基本上每个月也大概也是$300，我记得是$300一个月。所以说这个的话，你就要去看那什么 HOA 的那个报告。嗯，而且呢，还有一点要注意一点，就是有些的话，HOA 费的话，它比较什么涵盖的比较东西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外墙的粉刷或者是屋顶的修理，它这个的话是包括在。或者是一些或者是保险啊，它会包括在这个 HOA 物业费里面。但是有些的话 ，HOA 的话它不包括。它如果是外墙要刷或者是要换屋顶的话，它还要每个业主要分摊。哦。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变成你不仅要交 HOA 费，然后到了要修理整理或者怎么样的，还得要去分摊的费用的话，那这个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查看那个 HOA 费用的那个什么HOA 的那个资料，它会在你过户之前，它会提供你所有的这些资料，所以一定要和你的 agent 的话呢，看一看，关注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细节。而且平常有些客户也会问我，他说：“哎呀，这个 HOA 费太贵了，可不可以抵税？”我也想抵税啊，是不可以的。自住房的话是不可以抵税的、自住房的话，它这 HOA 费是不能够抵扣税务的。但是的话，如果你这个房产你买下来的话是投资房的话，作为投资房的话，那这个 HOA 费它是可以抵扣的，它可以作为什么？就是你这个 rental property 这个出租房的一个 expenses 一个费用。明白。OK， HOA 的话，说实在，我自己住在 HOA 那个小区里面，哎，我真的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既爱又恨的感觉。就是说，爱的话，就是说呢。它能够维护整个小区统一的管理，各方面的话能够维持这个秩序啊，或者是整个maintenance 它都会做得很好。但是的话也有时候也太管闲事了。但是我们就是，而且我觉得它的 power 也是挺大的。有些人可能不需要，你不要低估它的 power， 它的那个它的权力哈。有些中国人可能不太在意，不太习惯，觉得朋友我还给你钱，这个、你还管我是吧？对，我给你钱你还管我，而且管的还挺宽的，这个可能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就是有些人很烦你知道吗？而且的话小区的话，你要是犯规了，动不动就给你发个罚单来或者怎么样，这有些人说我懒得，我不认可，或者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我不付。但是你不付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我再强调一次，不付 HOA 那个费，不管是他的平常的标准的费用还是他给你的罚单，你要是不付的话，后果非常严重。哎，你看我家是刚买房的时候，几年前是大约是180-190的 HOA 费，也是物业管理费每个月。那现在已经涨到了200多块钱了。这个每天这个 HOA 啊，这些物业人员呢就做那个建那个减速带啊，就是现在我家这个门口全是减速带，好吧？所以关于这个 HOA 费，很多人不太了解，是关于美国的房产是不是这 HOA 费是固定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您刚才说了 condo townhouse 会有这样的物业管理费。是不是 single family house 就是那个独立别墅就没有这样的费用了呢？不 ，not necessarily， 不尽然。You know， 它这个其实的话呢，townhouse， 就是说
townhouse 和 condo 它这个 HOA fees 肯定有的，因为它有很多 shared common area， 还有比如说你外墙也是连在一块的，是屋顶也是连在一块的，它这个是肯定有的。但是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的话，独立别墅的话，像高档社区一般那就更有了，有些的 open community 也有。但是所以说你要是对物业费 HOA fee 比较敏感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些那个社区它是没有 HOA fee 的。就像我说的 HOA fee 它的权利也挺大的，你要是真的不付费用的话，它首先什么，它可以影响到你的信贷分数，它可以把你的这么把你的欠的费用的话直接作为一个 delinquent 那个 account 送什么讨债公司 collection 公司，那你这样的话就完全影响你的信贷分数。在美国信贷分数一旦被影响的话是很难你呢做什么都不方便了，你还得去修复，所以这个真的是很讨厌。而且的话你要卖房的话，你要欠 HOA 费那就更别提了，他会 put 一个 lien， 也就是说留置权在你的房产上，你连房子都买不了，所以他的权利真的是很大。你说我付你钱你还管我那么多，还呼风唤雨的这种，你知道这种感觉真的也不太好，但是 you know it is what it is right。 哎 Cindy， 您刚才说了这么多费用吧，就可以看到这些费用其实都比中国的房子要高很多。那如果从这个投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美国房子更适合投资呢？那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相比中国房子来看？那我再补充一条，刚才的话讲美国的持有在美国房产的持有费用的话，还有一条我差点忘了跟你说，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就是平常的要求，就是说跟生活类有关的那些费用，比如说垃圾处理费，对，垃圾处理、污水排放处理费，对，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比如说 cable 啊、电缆啊，或者电视啊，还有网络啊，这些费用七七八八的费用这些的话，就是如果你在这边生活，这个是肯定要的。如果你这房子空置那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你的费用也是 minimum 最少了。但是这个也不能忽略，特别是你要有泳池。我现在发现我的客户有些很多不太想要泳池了，都跟我说泳池看似好看，看得很舒服，但是的话呢，真用不上，因为咱们中国人不太行。对，使用率太低了，只是看一看欣赏一下，但是真正要用起来的话很少中国人会经常用，但是他们小孩也许会用，但是的话你这个每个月都要去做处理所以说比如说 swimming pool 这个泳池啊维护啊清洁呀、你know 包括园艺啊，就是你的这个花园像我们家的话是定期有园艺工来做，哎，你不做的话，如果是家里的这个园艺太杂乱的话，邻居就把你告了 HOA 的，我的邻居很管闲事的，真的哎呦，您这个不除草然后之后 HOA 是会管您的，真管我，给了我一个那个，因为我是前两天我忘了，一段时间实在太忙了，我忘了这件事儿。那个时候正好换了一个 gardener， 我就忘记跟那新的 gardener， 就是新的那个园艺工打电话，忘记跟他约了。忘了约了的话，就大概几个月，好像就忘记维护了我这个前院或后院啊。但是前院别人看得到，后院他也看不到。然后我邻居真的就告了 HOA 说，哎，这个 Cindy 他们家这个前院有点乱。太没有好好的维护，弄得我收一张罚单，很冤枉。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我有意，但是这就说他们这个邻居，特别是美国人，非常非常在意他整个社区的，就是那个就是 maintenance。是，明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我问您的问题，就关于这么多费用比中国都高，那从投资角度来讲，是不是美国房子那适不适合投资啊？我觉得美国我觉得大部分富人的话主要是有 common sense 啊，都会认为美国的话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特别是房地产啊，房地因为这个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从它的 historic performance， 它以往的那个 performance， 当然它有上有下，有周期房地产的周期基本上是8到10年，但总体说来美国的房地产还是往上走的趋势也就是说它是在增值的在增值的话，而且它呢虽然说它的持有费用高，但是它的回报率相对中国来说的话也要高回报率有什么呢？回报率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主要是做出租的话，你租金那个它有现金流、有现金流，但是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它的 cash flow 是从那什么 rental property， 那是 passive income， OK， passive income 怎么解释比较好呢？就是说你不需要通过劳动。不需要通过劳动而获取的那个回报那个就是让钱生钱，或者就自动的就是比较消极的产生的那个收入，就叫 passive income。那它这个 rental income 就属于 passive income， 就是消极的收入这个你是不需要通过劳动去获取的，你就是出租给别人。那这个是你的现金流，你的回报的一部分。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什么 appreciation， 就是它的增值。也就是它的增值空间有多大它的增值率每年的增值率有多少，平均来说怎么去算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在Irvine的话，你如果是做出租的话，做住宅出租的话，你的基本上年化回报率的话，就是刨掉所有的费用基本上在3%如果你要是说其他费用各方面控制的好，可能是3.5%，3到3.5% in average 平均来说。但如果你要是去 Georgia
你要是说去乔治亚州的话，它那边的话，它的回报率就是它的现金流的回报率，它可以达到10%到12%。嗯 ，However， 这个 catch point 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在 Irvine 这边，它的现金流的回报率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是有3%到3.5%，没有 Georgia 那么高。但是你先看看 Irvine 它的这个增值率，它的涨幅，也就是说看看2013年到2017年平均12%到15%的涨幅。OK， 过去20年的涨幅大概我记得是好像是5点多吧，5.8还是多少，6点左右。那这个的话就比 Georgia 要高很多。那 Georgia 的话，它的就增值速度涨幅特别慢，也特别低。所以说的话，比如说你10年前在 Georgia 买一栋房，你10年后可能估计，比如说10万买，你可能10年后你也卖不了多少，也可能顶多也就12、13、15万。OK， I'm just randomly pick a number。那如果是在 Irvine 的话，你看看，就是说，我上次好像节目里面有提到，你2000年买的房子，2020年的话就涨到160%。OK， 那个速度那是不能够相比的。所以说，你看每个房子的投资的话呢，其实你看的是它的什么 total return， 它总的总体回报，它的总回报率，而不是它的片面的，就是现金流。有些客户给我直接说，哎呀，这个租金太低了，3.3到3.5%啊，真的跟不是很高，就是跟 inflation 正好勉强可以跟那个什么通货膨胀率index 的那个指数差不了多少，勉强跟上。但是他没有想到，你这个的话，你持有在这个虽然有 carrying cost， 虽然有这些持有成本，但是你将来的话，你有这个增值空间在哪儿？所以说你要去评估一个房产的投资的它的回报率，你要看它的总回报率，就 total return， 然后包括它的现金流的 return， 还有包括它的增值 appreciation 的 return， 这两样是要同时看的。而且的话呢，根据就是我记得美国的 Association of Foreign Investor in Real Estate， 也就是说美国它有一个叫做外国人投资地产的那个协会，它有一个数据统计，就是说的话呢，外国人特别是中国 Chinese 中国人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看好，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survey， 86%的那个 foreigner， 特别是主要是 foreign， 他指的是主要是 Chinese， 86%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房地产还是非常看好，他做了一个调查嘛，就是民意调查一样，就是 survey， 86%都非常看好，而且86%都表示我在美国愿意维护我现有的房地产，我不会套现，而且的话我还会在将来会投入更多的房地产在美国。所以这就是这个东西，我这人是比较讲究的是什么，数据，让数据说话，咱们你争我争都没有必要争，什么数据就明摆告诉你个事实在这儿，是吧？那这个的话，这个也是第三方公司去做的这个 survey， 不是公司，是一个协会做的这个数据调查。那86%人都觉得非常看好。那而且的话，你看现在的买房热潮也是特别高涨。总体说来，民意的话呢，或者民众的感觉，还是对美国的房地产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的话，你要再细化一下，那这些从中国来美国投资的，大部分他们投在哪儿？他们主要是投在哪几个城市、哪几个州呢？其实的话，前三名的话是这样排列的啊，就是纽约和洛杉矶，洛杉矶、纽约是并列第一。也就是说，中国从美国从中国来美国投资的房地产的investor， 主要是集中在洛杉矶和纽约，他们这两个城市就是并列第一。然后第二名呢是，你能猜得出来吗？给你一个pop。第二名，西雅图吗？哎，你好厉害哦！对，我知道这个西雅图华人很多的。对，第二名是西雅图，北京遇上西雅图嘛。对，那第三名的能不能猜一猜？第三名嘛，第三名底特律，不是湾区。对。哎，旧金山。旧金山，对。所以这几个城市，也就洛杉矶、纽约、西雅图和旧金山，是中国 investor 来这里买房地产的时候，他们去的最多的、最集中的地区。当然也包括近年来的话，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投资 investor 的话会去，比如说也会考虑Houston。Arizona， 就是 Texas， Arizona， Phoenix， 或者是说去 Florida， Orlando， 这几个区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 you know 比较 popular， 但是最 popular 的还是洛杉矶、纽约、 Seattle 和那个 San Francisco 这几个地方。是Cindy， 我这边有个问题啊，这个是我常年以来总结出经验，但是这个问问 Cindy 啊，专业人士对不对？像我家房子，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是几年前买的。40万左右，好吧，这个投资呢是首款，首付呢是25%，也就差不多这个数。对，然后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我每个月其实我这个利率并不低，当时我拿的是4.5%左右。那当时呢，我是发现我每个月的支出，也就是代表着我这个房贷
然后还有呢就是地税还有 HOA 啊杂七杂八的这些费用加一起、嗯、正正好好等于我的房子如果是出租这个房子的一个回报。所以这也是让我想到了很多的房子好像都是符合这样的规定，这个房租如果说把这个房子租出去正好是 cover 我所有的费用。所以就像很多人在说呀、嗯、说如果说在美国你要租房的话其实您在变相给房东养房，所以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嗯对的，是的，我完全同意、嗯、我是不愿意做房奴的，我是要做地主的地主婆、嗯、其实做地主了这有个好处就是在于租金拿上来之后虽然全部 cover 我费用，虽然感觉像是不挣不赔，但是您还房贷这些钱其中有一定的是本金，也代表着别人是帮你是交这个本金的费用，你攒的钱其实是从这儿来的，是吗 Windy？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等于是说你的租客是在帮你还贷、嗯但是你说的这个是正好持平的情况下、嗯、其实的话到底是不是有 surplus 还是 minus？ 现在我赚了，因为现在利率低了嘛。对，我最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一点、嗯，就是说完全取决于你首款放多少、哎，还有你的利率是多少，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你的那个每个月的按揭会多少，然后的话，根据你的租金、嗯，所以说这个不能说完全一样的，但是大部分的人的话呢，都、就是愿意就是说放你放最低的down payment首款、嗯，然后都以最低的利息。来投资，这是最怎么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什么叫做杠杆，你的杠杆 leverage 是最高的、哎、最大化的，然后你的那个这个就是说怎么能够把那个杠杆的这个最大化，就是最低的那个限额，就是down payment的最低的要求、嗯、最低的限额、就是、然后的话嗯，对，就是说你能够有些像有些人的话可以弄得更低的，比如说他有些特殊情况，也像老兵啊或者干嘛的，他有一些这样政府福利，他可以放很低的down payment，或者甚至不要放down payment。有这样的福利的话，哎呦 ，by all means， you know， go for it。然后的话，当然一般正常来说的话是20%到25%。然后的话，利率的话，所以说我之前的节目也说到，一定要货比三家，那个 shopping mortgage、嗯、一定要是找不同的贷款公司多比较，不要就是说你要在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是的，因为我会多比较，而且的话，我因为常年。做这个的话我已经知道大概是哪些贷款专员的话他的you know, 强项是哪些，比如说有些是比较业务能量更强一些、嗯、那哪些的话呢他可以就是说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利率啊，或者哪些是做jump loan啊，所以说你大概就比较了解那些贷款专员他们的那个特长了，或者是他们的强项，这样比较方便，就给客户也好给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是 investor， 我就知道去找谁做什么样的贷款、嗯、所以这个是个优势吧，就是说你必须得在这一行里的做这一行的优势。那所以说的话，所以说总结来说的话，其实的话，你这种就是说以房养贷，就是说的话，你可以让，但这个房养贷的话，什么是你的租客来给你养这个贷款，是这样的。嗯哼，是的。那如果说决定已经投资了美国房产呢，如何选择回报率高、嗯、成本维护低的房子呢？该选择自住房还是投资房呢？这个答案太简单了，我觉得都不需要用。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觉得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哪个更好了。当然这个的话呢就是非常，因为你想想看又要什么回报高、嗯、回报率要高，然后的话呢又要很低的就是说你的成本维护，成本维护，或者是说你也不需要操什么心。那你说一般人说哎，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你总得要 something has to give right，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怎么能够同时能做到这两点呢？就是说你又要回报高又要 maintenance low， 那这其实你要是说在自住房和那个商业地产选择的话，那当然答案是 commercial， 那肯定毫无疑问是商业地产了。嗯，那我给你举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为什么是商业地产更好啊、第一个，商业地产的回报率高啊，这还用问吗？你要是有这个资金能力的话，那商业地产是最明智的选择。我发现有些那个投资者他呢有这个资金能力，但是很可惜他选择买，比如说他选择买10套、20套自住房，然后那个投资房去做，当然也可以了，但是我觉得不是他的，就是说我待会也讲到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strategy， 不是最好的策略。他当然做商业地产他的那个他的回报率高，这个毫无疑问，用数据来说话，你看过去15年的话，那个商业地产它平均的那回报率大概是在 12.7%、嗯、那你看看那个 SP500 Index， 就是它的那个SP500 那个叫做指数基金吧，嗯，就是股票指数基金的话，它是 8.8%， 也就是说15年里它的平均收益是 8.8%， 而商业地产可以达到 12.7%。而且的话相对来说商业地产比股票的话，你想想看还是它的风险相对来说还是稍微低一些吧，它的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没有那么高， 是吧，没有那么上上下下跳动那么多，所以说总体来说的话商业地产它的回报率是
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商业地产它什么，它的租客质量高。因为什么，商业地产它的租客很多时间是很多 case 的话是什么 corporate tenant， 就是说公司啊，它大部分情况不会是个人，个人的话呢这个就比较头痛。因为什么，出租房吧，个人又是家庭，它这个里面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 emotional， 而且那个什么 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或者包括这个租客的稳定性情况啊，不太好。对，还有收入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大一个风险。是 OK， 但是如果你的租客是那个什么，是个公司，特别是这个公司什么，是被他的母公司，像比如说 Starbucks 星巴克，星巴克这实力多强大的公司，他们签租约的话，如果给你签的是 corporate， 他们公司总部给你签那个租约。Oh my god， 这样的机会的话，如果我能拿到，或者是你能找到，我觉得你应该梦里都应该笑醒啊。你想想看，你有他的 corporate 给你签这个 lease， 你就完全不用担心他会 default， 他会不交你的租金啊，是吧？那这个质量很高，而且这个什么，它好处在于什么？你不用担心受怕，就是说他不会什么时候指不定哪天他不给你交房租了，你还得去发驱逐令，特别是现在 COVID， 驱逐令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弄。你说这个不是自寻烦恼吗？是吧？那你有 corporate 的话 ，corporate 他不会，一般情况下他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它的概率比较低，风险概率，因为它的话，它除非它是去 file bankruptcy， you know， 宣布破产，那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少，特别是你在筛选那个租客的时候，你可以好好把关，这个你完全可以选择。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个商业地产它的什么，它的租约很长，你说你出租房子，它的那个什么租约一般都是一年12个月，那算是长租了，短租的话甚至还更短，三个月6个月。这个坏处在哪里呢？这么短的租约的话，就是你的 turnover cost，就每换一个租客，你要去做维修吧，是，要粉粉墙吧，要去，而且还有控制期吧。因为想想看，你中间前一个租客和后一个租客，你有什么 vacancy rate 就高吧，你的那控制期就概率就大嘛，或者是有一段控制期，那这都是对你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都是损失，都是 loss。而且的话，你这个怎么说呢？你这个 turnover 又那么频繁的话。你这个说实在，就总体来说的话，对于投资者不是很好的事情。你要的什么是 turnover， 它的什么置换率，租客的置换率越低越好，而且时间，也就是说租约越长越好。是啊，然后的话，你没有控制期，那是最好的，或者甚至最 minimal 的控制期，那最好。那怎么能够达到这一点？那就是好的商业地产就能达到做到这一点，你就不需要担心。一般他们的租约基本上。至少我平常做的 case 的话，我做的很多 transaction 都是10年，是15年以上，而且它还有什么 option to renew， 它还有那个租客还有权可以什么，可以再续约。比如说他20年的租约，他还说我还有什么3个5年的续约，也就是他可以再续约3次，每一次的话是5年，是等于是20年再加15年，那35年。特别是银行就特别面到他的租约，像我记得有一个银行，我忘了在哪，我记得是在 Pasadena。他在那个 location 大概待了，我忘了是50年还是快60年了。哎呦，那个 bank，你说你要是这个房东呢，你根本不用担心了，因为这种租客的话，他也不会说明天打了包，就走人，或者是说不交你房租。是，就这个是那个商业地产的优势。这我突然想到这个一个案例，说是像是我们知道很多华人超市，其实他怎么挣钱呢？他这个做超市不挣钱，他主要是把这个地买下来了，他弄个超市旁边的这个 plaza 里面的内容啊，里面的什么其他的房间呢，他是租给这个商家了，他主要是其他的地方这个地产挣钱，是吧 Cindy？就这个道理，所以说每做那个 retail 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有些开发商的话，他在开发那个 retail center， 就是说那个像购物中心一样发展，他在没有开发甚至没有做之前，他的 number one job 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哎，你刚才都说中了呀，刚才。什么？他 number one 是什么？做超市。number one 的 job 就是他就找一个 anchor， 那个 anchor tenant，就是说你的 anchor 知道吗？就是船上那个铁锚。知道，就是叫锚嘛。铁锚一放下来，就等于定位了嘛。就是要一个这个能够什么，能够把船定住的这种，能够把船定住的这样的租客。就是大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Ralph， 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一些那些其他的购物中，比如说，哎，我很少去购物，所以我都不想起来、这个。我知道你意思，是的，我平常都我妈去，所以我想不起来还有哪些超市是买菜的那些东西，我很少去。哦，像 H Mart。
像你这样华人超市有一句嘛，168呀、啊、之类的，明白？不不，还有那个什么大华，像这都属于 anchor， 对，都属于叫做 anchor tenant。所以说很多那开发开发商的话，他们在没有建准备建之前，他们或者是或者在同时进行，或者是在这之前就去找这样的 anchor tenant， 找好了以后。他只要有 anchor tenant 进来入住以后，他旁边的商家就好谈了，就好谈那个租约了，就好比较好谈那个合作了。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 strategy， 所以跟你说的一样的，就这个策略。所以 Cindy，还有刚才您说，刚才还有就是还有几点就是关于那个商业地产它的优势，我还没有提到。还有一点呢，就是商业地产我本人最喜欢的一点就是什么 triple net。可能很多人不做，很多人不做商业地产投资的话，可能不太了解 triple net 什么意思。triple net 的话呢，就是它包括就租客付什么保险，是property tax 地产税，还有那个maintenance 维护。OK，那就是你等于是说你可以当甩手掌柜，这是最好的一个 scenario， 什么也不用管了。就是你怎么都不用管，唯一你要管的话，如果是你买这商业地产，你有贷款，你要还一个按揭。如果你是现金买的话，你都不用。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建议客户，特别是在利率低的时候，不要用现金去买这种投资物业，最好是利用它的 leverage， 它的杠杆来买。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起到更多的杠杆作用，你可以买更多的、更大的。这个的话，你的投资回报率就更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long story 很大的一个话题了。但是总的说来的话呢 ，triple net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商业特产的一个地产里面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有这种 triple net 的可能性。然后有些人问为什么这个租客。因为我有客户问我啊，这个 triple net 是不是每个租客都会有要这个提供这个 triple net？ 也不一定，不是每个租客的话都会说商业地产租客说，哎，我愿意签 triple net， 也不是每个商业地产租客会这样愿意做的。OK，所以就看你的话怎么去跟他谈这个 lease agreement， 因为有些什么 growth， 或者是 modified growth， 它有各种不同的那个租约。那 triple net 当然是对那个房东来说是他最喜欢的，但是这个具体的话，你需要去跟那个租客去谈啊。那这样的好处呢，就是对租客来说，他要去碰到一般是好的 corporate 公司，比如我刚刚提到星巴克、Starbucks， 还比如说 Walmart 啊、那你就可能也会问，然后说，哎，为什么他们喜欢去碰到？为什么他们愿意去承担这么多麻烦事儿？又要付这个，又要付那个，都把这些责任都或者是要做的事儿都揽在自己身上，肯定有某种原因吧，是吧？那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星巴克的话，你想他们。包括像 Starbucks 或者 Target 这样的公司，他们要维护他们整个什么，他这个整体店铺的整体的什么，整体的那个一致性 consistency。所以他比如说我这个建筑我要什么砌成像那个 Target， 我要是弄成那个什么红白色，然后那个是像 Target， 我要需要是绿色或者是这种风格，我可以 control。如果我做 maintenance， 我包括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责任的话，那我比较方便去做 maintenance。我要怎么修改或干嘛，怎么换，怎么去维修，我可以按照我自己意愿来。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如果是说房东要去弄的话，那房东不一定是你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了，是吧？房东说，哎，我要可能要节省成本，我可能不会给你弄的你想那么 fancy， 我可能随便给你弄 ，right？ 那这样就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很多 corporate 公司的话呢，大的公司它是比较自己愿意做 triple net，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可以比较 have more control。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商业地产它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优势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比那个住宅房，就是高于住宅房的优势。这个呢是跟它的那个它的什么增值，或者是它的那个叫做什么它的价值的提升有关。如果你是做住宅房的话，你想想看，你现在的房子是40万 ，right？ 比如说你将来要想，你是想，哎呦，你上次来找我，你说要卖房，那我随便，我忘了我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报告，具体是多少？假设说，哎，现在可以卖50万，你写是43，但是我不管多少吧，反正我就是假设说，就是为了方便算数的话，你说买了40万，那假设说现在你心里的期望值是说你想卖50万 ，right？那好家伙，正好期望是100万，当然了，我也是明白明白，咱们比喻嘛，就是50万，假设，假设说，假设说五十万的话，你心里的期望是50万，我假设说50万，但你有几个邻居的话呢？有几个邻居他呢？他想贱卖，他好家伙，他说或者他们某种原因，或者是个人原因，或者家里原因，或者经济原因 ，could be any reason， right？ 有几个邻居他们卖的是，比如说一个卖35万，一个卖38万，那你想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着急？那肯定着急啊，那肯定着急啊！你想想看，你肯定跑人家就敲人门，半夜都敲门，哎，你干嘛买那么低啊？不行啊，不行啊！你知道
把这个我们的市场全都扰乱了。是、啊、你这样卖低的话，那我们旁边要卖，我就不好卖了，是吧？就是、这就是住宅房的最大的曲折，就是、那个最大的什么缺点缺点。缺点就是什么？你缺点就是你的房子的价值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什么？你周边房子的价值，嗯，的那个叫做成交价或者售价的影响。OK， 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哎呀，那别人卖那么低，我可不心甘情愿卖那么低。但是人家卖那么低，你也控制不了啊，你也管不了啊。那这样的话，多少如果他卖低的话，对你有影响。也就是说，你的那个住宅房的价值，它是很大的程度上，或者是almost 百分之百程度上是什么？取决于那个，当然也有其他因素，经济因素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但是我说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你周边的房子或同一社区的房子他们的那个成交价而影响你的房子的价值、哎、所以你看这楼上的估值，这楼估值的话其实很不准确的，其实是很不准确的。我不知道大部分人还会用这楼，但是因为大家习惯嘛，没有其他的那些，如果你不是有执照的 agent 的话，你没有那个 access， 你没有那个进官方网站去查那个房屋的价值的那个平台、嗯、那你只能依靠仰仗，比如说仰仗那个 Zillow 或者Redfin 或者 Trulia 去查的那个房屋的价值，但其实很大的情况下的话，那个它的评估是不精准的、哦、但它的理念是按照什么来的呢？它就是按照你周边的房子的最近的成交的价值来推算你房子的价值、嗯、但是你要是注意看的话，在那个 Zillow 的网站上它有一个很小的 disclaimer、嗯、有一个那个什么声明，官方声明，就是他们的那个估值的话，其实他们的估值的话其实是有误差的。他的误差我记得上次我忘了具体多少，我记得好像是10%到15%的误差。哇，所以说的话这个很高啊，这误差、嗯、对对对。所以但为什么他要这样低那么高的误差呢？其实他们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泽勒公司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你想想看，如果是说他要真的能做那么精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 stand deviation 的误差算得那么大呢？他为什么不能说5%的上下浮动，而是说10%到15%的上下浮动？那是很大的浮动啊。嗯，因为什么？因为他数据不是特别准确，他不能够进你房子里去看你里面到底有没有升级 ，OK？ 或者是说或者是其他你做了一些，比如说装了太阳能啊，或者这些七七八八的可以增加你房子价值的东西，他真的没有这些很细节的数据。他的理念，他的 theory， 他的理论就是什么？就是根据你周围的房子的价值，成交的价值，最近的成交价值，推算出你房子的价值，但并不准精准。但这就告诉了你，你的房子的价值其实是受你邻居的那些房产的成交的价值的那个影响的。但是商业地产不受这个影响。嗯，商业地产它很大程度上什么？它也有多少有一点点，但是它很大程度上是什么？是跟它的那个 cash flow， 它的现金流有关，也就是它的收益有关。所以说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 cap rate 来说 cap rate 来算那个商业价值，其实就是什么？你用你的那个 net operating income， 就是你的每年的就是那个就是纯收入净值吧，可以净收入除以你的买价或者卖价，它可以算出 cap rate 来。嗯，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告诉你，就凭这个公式，这个算法，这个公式就可以告诉你，它不是按照 comp 来算的，它是按照你的租金的收入来算的、嗯、租金的收入来算。那这个好处在于什么？这是可控制因素啊。是，你说你的邻居要卖房要贱卖，那是不可控制因素啊，是吧、嗯、或者是相反，你的邻居很不现实 unrealistic， 你的邻居要卖高价， OK， 那你这里着急卖房，你只想按市价来卖，你的邻居偏偏要卖个高价，那你当然对你来说这是好事啊， OK。 所以但是我说这个举的例子就是说的话，很多情况下住宅房是受到你旁边的那些房子的成交而影响，是，但是商业地产不受到这影响。但是它是什么？受 cash flow， cash flow 影响的话是可控制因素，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嗯，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酒店一样，你去收购一个酒店，那你在收购之前的话你做了功课，哎，这个酒店之所以经营不善，你可以低价收购，是因为什么？因为它经营不善，经营不善，那你是很有信心，你可以把什么，把它的管理团队全换掉，你可以把这个经营这个管理的话做上来，做的管理质量提高，那从而什么可以提高这个什么你这个酒店的收益、哎、提高酒店的收益的话，你收益提高的话，你可以转手卖个好价钱，那是什么根据呢、嗯、就是你的 revenue。 同样道理跟商业地产一样的，就是你呢可以把你租客换掉，你只要找到一个好的租客，你的收益上来，租金上来的话，你这个房产的价值就上来了、哎、也就是说的话，这个商业地产的价值它是可以控制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嗯、可以去改变的，对对对，可调控的，是吧？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人说美国的房子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嗯、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呢？我觉得这个话你当时哎呀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偏激了，怎么说，我觉得很片面。怎么说呢，就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所以你认为这个还是美国房子有投资价值，所以这句话并不准确。不准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就像你说有点断章取义吧，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因为美国房价可能很多人认为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但是他也没有看到它收益的一边，对不对？收益的这一方面。那个 statement 有点笼统。我为什么说笼统呢？其实不能够这样盖棺定论的，因为我觉得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到底是不是消费品还是说投资品的话，取决于你买房的目的。OK， 如果你买房，当时你买房的话，你是作为什么享受？这个是我自我享受的自住房。那你如果是既然把它当做自我享受的自住房的话，你就不要把它认为是说，哎，你要有什么回报。那像有客人的话，或者是 client 的话，他想，哎，我就是想买在海边，我就是要花高价钱买在海边，我即便一个月啊不一年回来几个月，我就喜欢，又不想别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的什么escape right， 这是我的那个我休养生息的地方，我休息的地方。那这样的话，他把这个就完全当做是自己的那个一个 enjoyment， 他自己的一个 luxury enjoyment。如果是他的享受品的话，那当然那就是消费品了。因为他没有抱着什么，没有抱着去赚钱的目的去购买这个物业。但是相反，有些人的话就说，哎，我就是来做投资的，那我就是要赚钱，那什么，我就看什么，我要赚钱的话，我看哪里收益高，那投去学区房不错啊，我就买学区房。这样的话呢，我那个什么，我好出手，而且的话那个增值又快，然后的话我租金也可以收得很高。但是冒着这种目的啊，这种心态去投资的话，他那个就可以定义为那个什么投资房。但是的话，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两者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以把消费品和什么和那个投资品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有一个 scenario， 其中一个 scenario 是什么，叫做以房养学。以房养学。我有很多客户呢就是这样来做，就是说从2013年他呢买了房，那个时候正好你说这个那段时间的房产的话涨得非常好，涨幅也很大。然后他呢就带孩子在这里读书。但还在这里读书的话呢，那肯定你就住在这里面，那就算是自住房 是吧？是。那自住房，那住完了，读完了，比如说高中读完了3年，那他就哎呀，孩子考到波士顿去了，那就准备把房子给卖了，如果又赚了一大笔，那这个涨得很快嘛，二月板涨得很快，他赚了钱，那等于他这3年的话，吃住开销所有的东西的话，其实根本就没花钱，因为他的卖了房的话赚的钱，基本上要不就赚的还多了，还有 surplus。还有什么，而且呢要还有盈余哈，还有盈余。对，所以就说的话呢，他这个就是以房养学，但他又是自住房，他又什么又是投资房，他正合二为一了。然后的话呢，你还有什么有人把这个像你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属于也可以把它当做是合二为一。是。怎么说呢，你的房子是你自己住，但同时的话你别忘了，作为自住房的话，我记得你是有绿卡的吧，是吧？是，你有绿卡，那你什么，你可以享受，你们俩夫妻可以享受50万的就是那个资本利得，那个 capital gain tax exemption 可以豁免。这样的话你有50万的话，你可以不用交那个资本利得税。那你这样可以滚雪球。你这次买卖了这个房，然后你说，哎，我这个里面的那个比如说我赚了一些钱，正好在50万的范围之内，我不用交一分钱资本利得税。那我把这个钱呢买的话，我可以就换成另外一个大的房，然后这样你可以滚雪球这样弄。我自己也很喜欢做这种事情啊，所以我经常换房，就是因为什么，我就这样管，我很喜欢，因为这个不用白不用啊，你知道。但是我的福利没你们高嘛，作为单身我只有25万的那个免税额。你结婚的话，你是已婚人士的话，你有50万。但是这个也不能住太频繁了，他你在5年之内得住满2年，而且的话还有限制，你每2年才能做一次这个那个 rollover， 就这样换房啊。所以说也有某种限制，但是的话你如果有这个福利的话，为什么不用呢？是。所以说这就是这两个策略的话，你可以完全就是把这个什么消费品跟投资品合二为一，合在一起了 combo。其实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是吧？对，没有黑与白的界限。对，没有黑与白的界限的话，消费品、投资品，其实这两个可以合二为一。当然，你要买的时候，你首先你的目标要明确，你到底是怎么说呢？你到底是以投资为目的，还是自住享受为目的？这个关联的话，我觉得你首先自己要认清楚。明白。我们看一下中国人的赴美置业的比例越来越高，那甚至很多国内明星啊、成功人士，包括商人都已经爆出在美国背后这个有一套房产。所以这原因是什么？哪些人适合在美国买房呢 ？Cindy。哎呀，哪些人适合在美国买房？就是说，
我觉得总结来说的话，中国人在美国买房有这么几条，一个呢就是应该是做那个就是安全起见吧。我这个好像多少我不太喜欢谈政治，但是多少涉及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中国的钱的话，即便在银行里存在你的名下，但是说实在的，你也指不定哪天这钱就不是你的钱了，可以资产冻结。我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一个也是 agent 朋友跟我们聊，我跟我聊天就说的这件事儿了。就说呢，他有一个客户也是亿万资产的客户啊，因为我正好跟他在聊我那2300万的房子嘛，那个房产，跟他聊他那客户可能有兴趣，然后就聊到就说，哎呀，他有兴趣买，可是现在那个钱啊就不翼而飞了。他那个亿万富翁的话，那个亿万富豪的话，他那钱准备把钱转到美国来买房，房也看好了，什么都准备了，准备好了，觉得哎，什么路子啊，什么都看好了，就把钱汇过来。哎，诡异的是什么？这个钱从中国他的账户上出去了，但这边的话没收到，那钱就这样像蒸发了一样，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谁的原因呢？据说这个是我也不是说对中国这一方面我很了解，但是据说的话是中国有什么设立了一个叫什么资检局还是资查局，专门检查这种大笔量的那个国外汇国外的那个费那个资产转移的这种那种 transfer 这种电汇吧，所以他们好像要做某种调查，调查完了以后还会给你放款，或者是也许不会放款了，也许会放，但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只是说有这种 case， 就这种，就是说你的钱就不翼而飞了。所以说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很多人的话其实就是为了取到就是放心安全，因为觉得在中国的钱不一定是你的钱，那放到美国的钱的话，那肯定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的话会是你的钱，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从安全角度来考虑的一个考量。那这种人的话当然就愿意把钱放到美国来，然后既然钱到了美国，如果他要是对美国的资本市场不是很了解，不愿意投资股票或者是债券，说的股票我很伤心，我当时 Tesla 没买多啊，我买了，但是哎呀，我一股都没买，我更得哭了。我买了 Tesla， 买了 Amazon， 我也买了，苹果也买了，但是我都没够，没买够。我现在很后悔，当时当年没买够。Anyway， 又跑说岔题了。好，对，所以说适合这种是有这个巨额资金，哎，这些人还适合哪些人呢？还有呢，就是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说，哎，送孩子来美国读书，哎，送孩子来美国读书的话呢，就是希望孩子在这里能够受到美国教育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也或者是这里的空气质量更好啊，或者这里的食材更安全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把孩子送到美国来，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安家落户。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想想看，如果孩子就是自己的延续嘛，大部分人都这样想，所以说的话，既然孩子到了美国的话，他可能也要考虑到资产转移嘛，最终的话，这资产也很大程度上也是给孩子。咱们中国人的父母亲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太伟大了，非常非常对，非常非常的就是护小，所以说这些钱的话，就会肯定就要来美国。那这个的话，来美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很大的程度上，大部分人都愿意买房产啊，觉得房产是最稳健的投资 ，which I agree， 因为房产是最稳健的，而且是风险极低的那个稳健投资所以说这个也是第二种人群，然后第三种人群我忘了，应该是大概怎么说呢？还有某些的话，我觉得是有些洗钱的那个可能我不能说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不能说是大多数人，可能有极少数人的话是有洗钱的这个动机或者是国内有些钱不一定是说比较合法，然后通过呢，他最快的洗钱的方式无外乎就这么几样，一个是通过什么投资地产是最简单的，然后就是人寿保险，还有就是像现在又还出了比特币呢，就是 Bitcoin 他也可以做那这些各种各样的洗钱的手段，那个房地产当然还可以通过什么赌场也可以出来，但是就最简单直接的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买地产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简单的一个洗钱的方式所以但是这是少数人呢，我不能说是大多数人是这样做还有呢就是来美国就是想把资产多元化，比如说资产的话在海外有很多地方都有，比如新加坡非洲加拿大或者是包括欧洲都有，那他说的话呢就是资产多元化的话就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来你这个篮子一掉的话全都坏了，所以说他把他的资产各个全世界都配置一些，那所以说的话这也是他的动力带到美国来，所以以上的话应该是我觉得大部分吧，总结来说的话是大部分的原因
嗯，明白。好，来美国置业。嗯，是。那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国内明星成功的商业人士都爆出拥有一套或者多套的美国房产。那最近啊，我听说这个网易的 CEO 创始人这个丁磊先生，其实花了2900万美元买下了这个马斯克的房子。那关于这一点，对，Cindy你怎么看？嗯，我当时一看我就懵了，我说 Are you kidding me？ 我当时真的觉得懵了，我说觉得那房子。哎，怎么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房子不值那个价钱。哇、哦，2900万、太贵了。不是太贵，有些房子的话，它有那么，比如说有些房子它是2900万，但它值那个价。但是呢，我觉得2900万买在 Bay Area， 它是买在 Bay Area， 不是在 Beverly Hill， 不是在 Hollywood。嗯，它并不是说，怎么说呢？我怎么说 Bay Area？ 它也是一个高档住宅区了，但是它的住宅人群不太一样，跟那个什么像 Beverly Hill 啊，还有好莱坞那边都是什么，就是富豪。或者是商业翘楚，还有包括那个什么像那个什么就是明星都住在 Beverly Hill， 比伯利山庄或者是好莱坞那一块、但是 Bay Area 它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中上阶级，不能说是顶流阶级，它属于中上阶级。大部分就像比如说名牌律师或者大牌律师啊，或者这些白领那就是高档的或者是白领住在 Bay Area 比较多。我认识好一些朋友专业人士，包括上次我们做节目那个你见到我的快二十年的好朋友叫什么 Chris， 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叫 Christopher Thunberg， Christopher、对 Christopher， 是昨天还跟他在聊天呢，每次跟他聊天他都要把我当成学生一样要给我好好的教导一番，说他就住在这儿他就住在 Bay Area，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丁磊买房子的地方。嗯，所以那里不算是顶尖的富豪区，他只能说是中上，大部分的话是属于白领阶层住在那一块。那个房子的话是 Musk 在2012年以1700万买进的入手的，他在那一块呢有6栋房，他6栋房里面大部分都亏钱了，就他卖给丁磊这一栋房他赚大了。哇，是啊，赚了一倍多呢。哎呦，他太夸张了，他1700万卖2900万，他要价原要价是3000万，他等于是只砍价砍了100万。说的不好听点，我真不知道是他自己怎么说呢，因为是马斯克的房子，马斯克房他觉得有这种怎么说呢，一种偶像或者是英雄情节啊，想买或者是出高价钱去买，也不是这个原因，就或者是他的 agent 忽悠他的。我怎么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说，如果你作为他的 agent， 你这个这么明显，这个价钱价值不值，你都看不出来嘛？嗯，你 you know， 我觉得这个完全，我觉得 Max 标说多了，至少你 you know 700-800万到1000万，他是赚足了在这栋上面，至少。哇塞！其他他卖了6栋房，就在那一块区、同一条街上，他有好几栋房，他卖了6栋房，其他的房呢，或者是基本持平，或者是亏钱，就卖给丁磊这一类，他就攒了一大笔，就等于是真的攒了一大笔，基本上把他其他亏损的可能也就补回来了。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还是找一个靠谱的 agent 比较靠谱啊，这个比较好啊，是不是？对啊，对，这个真的是这样说的。我跟你说，找的 agent 的话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我就是总结来说，找 agent 啊，你一定要有经验的，一定要有知识储备量高的，是。还有什么就是有可信赖的，这三点缺一不可。你别说有经验就有知识量，这不一定。我跟你说，我团队上之前有一个 agent， 哎呦，他呢在这行做了很多年，哎呀，也怎么说也有差不多小10年吧。那经验丰富啊。经验应该说是丰富的 ，OK， 但是呢，特别懒。我经常督促他好好充电，定期学习，从来不上我，因为我定期啊会给团队上那个 coaching， 会给他那个就是说培训啊，或者是上去做一些 training， 他从来不参加，从来不参加。我跟他说多少次，他也不会参加。所以说经验是有，但是知识储备量太低。每次要或者是有一些大的 case， 或者有些比较复杂的 case。深更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说哎呦天哪，我说这个时间段你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着急啊，他说我这个房产我得有几个问题我搞不明白怎么做啊，我说你他又不来上课，你那这临时临阵又也不来报火脚来找我、来找我咨询，哎呀，弄得整的有好几次把我我都忘了，有一次好像是快午夜了，把我给提拉起来从床上，哎呦给他接电话，哎呦我真的，我说所以说有经验的人做了十几，他做也差不多，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概3-4年前吧，也做了差不多快10年了，有经验，但是知识储备量很多知识点他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都弄不清楚，所以 experience 和 knowledge 是没有等号的，明白？但是有 knowledge 的人的话呢，他也不一定有经验，为什么？有些人的话。
他特别喜欢钻研，哎呦，我天天就是钻研他那本书，哎呦，很能够纸上谈兵。你就说你那个什么，就是说知识量有，但是他真的是就是说比较热衷于去学习，没有真的是发挥到实战上去。所以他有 knowledge， 但是没有 experience。所以说为什么我强调有 experience 还要有 knowledge， 其实这两个其实是不是等同的。你不要以为别人有经验就一定有 knowledge， 有 knowledge 就一定有经验。No， 他们中间没有等号。所以说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那个 category。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要找到能够可信任的人，这是最关键，比刚才我说的那两个还要重要。因为你没有 knowledge 或没有 experience， 可以问别人要，或者是让别人帮忙。但是这个人不可信任的话，如果是说真的要给你或者是怎么说呢，要整理的话，或者不是说整理，或者是说出于某种私利要怎么样去弄的话，那真的你就给开惨了。我之前好像跟你谈过聊过这件事儿，那个瑞，你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 agent， 瞒着那个 owner 在国内的那个卖家的话，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记得吗？是。嗯，然后卖完了的话，那个 owner 还不知道呢。还有，哎，这个很夸张，所以说这个真的要小心。这个 agent 能不能值得信赖或者是可靠，这个是 number one。然后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的话是可以说是 number two。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要是不太了解房地产的话，最好就找专业人士去做，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有些人的话，像我忘了是上个星期有人来跟我说，他说，哎呀，是我团队上一个 agent 跟我说，是有一个客户，他呢想去买房，想自己跟那个什么跟那个业主去谈，那我说是新房还是那个二手房？我说新房稍微，新房你没什么风险啊，也有一点点啊，就是比如说在某些地方给你把关，但是的话，我说你要买二手房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如果里面出了一些纰漏的话，那这个东西就不好收拾了。那有些人的话呢，不知道是为了某种原因或者是某种目的的话，那往往就是学以其担这个风险。我觉得这个风险其实会很多时候是因小失大，就是捡芝麻丢了西瓜。明白。好，今天感谢啊 Cindy 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当然这个我还是要说，如果说是您关注房产市场的话，一定要扫一下右下角的 Cindy 团队的二维码，您可以获取最新的房产资讯。当然也可以是同样有需求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 Cindy 团队，好不好？那同时呢，我要，哎，您说，哎，喂，我差点跟你说了，我刚才说到那个就是那个丁磊买的那个房子，他是2900万买的，是啊，我还想插播一下，就是我真觉得不值的话，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手上有2300万的房子在好莱坞在卖。哎，我跟你说，这个比那个要强是吗？我手上卖的这2300万的房子，原价是3000万，降到2300万，但是房子全新的，还没住过，全新的，而且是无敌的300度的海景山顶和城市风景。那个什么，他买那个马斯克的那个房子还没有景色。这个呢是什么？坐落在山头上，有3亩的地。你等于是买了这个的话，你旁边还可以再花1100万买2亩的地，加上这个房子本身有的1亩地，整个山头你可以就当那个什么，这个整个山头就是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帝国了。一条那个什么私家车道上去，我不知道那个Tia 能不能切几张图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做个比较。看到了。哎，刚才那个丁磊的房子放了没有？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大家都可以比较一下，你看丁磊买的房子没有风景，而且地区地段也不是最好的。这个是我们的房子，好吧？有风景。对呀，啊，我就想不明白呀，啊！我说2900万，他还不如花个2300万买这个。那这个的话，你像在好莱坞找一个3亩地大的那个什么，这个或者是说1亩地的那个房子，有这么好的风景，你真的是打个灯笼都找不着了。是，这 location 都不一样。location 完全不一样。这个你知道地段的话，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你这个东西，这不是说差一点点，是差很多。所以说买房子的话，地段 ，location 最重要。但是我觉得丁磊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这是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我好些朋友都这么认为。好，这个如果说是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 Cindy， 好吧？扫一扫右下角的二维码。同时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地产世界会在每周六的下午6点为大家播出，所以我们下周六再见了，拜拜。thank you， 谢谢，拜拜。